早上好，富冠哥，现在在磐石军舰上面。后面会有一小段，就是冠哥在影片里面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大家看看就好，不要太认真。这边是宣传兵役一起变更的一个大字报。这有点怪怪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舰上也办茶叶展销会。同样的，冠哥也是觉得有点格格不入。这是在展销手机，在军舰上吗？我的理解 ，Bigger Force 公司不是在卖玩具的吗？在军舰上展售玩具，这有点不太符合常见啊。其实我觉得很多民众愿意上船来看这个军舰，不是要看这些玩具，也不是要看这些商品展售。而是想看看我们的军事装备，或者说是雄壮威武的军容，但是看到这些东西，我们是觉得有点失望。上船看到这些东西，觉得它的信息量很少，觉得排这个队有点没有它的个价值在，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其实这都是个人意见，不能代表所有的人的想法。总的来说，我还是很高兴能够上到舰上来参观，毕竟这是中华民国的海军，它代表着我们中华民国海疆的武力展延，所以我们要支持我们的国军，继续壮大我们的军容。这是冠哥的一点意见，我们还是要给国家给部队鼓掌。